感谢我们的同志，也感谢我们的基层，给我们这个机会，也选择了我们这一届里边当了主席，跟动享当了首领，所以我非常开心，因为我看了成绩过后，应该是那个我们的党员啊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委托，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呢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党员，我们的基层给予我们的支持。因为我要在这里也感谢我们的党主席叫做Sri Mahasiswaran，因为在他的领导之下呢，才有呢我们今天他的贡献、他的承诺跟他所做的一切呢，都把党呢都稳固了出来。虽然我们在第14届大选里面我们全军覆没，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全部人呢都已经尽责了，全部人呢都已经做好准备，只是那个所谓的海啸太大的话，也让到我们民政党遭殃，也让到民政党没有办法在第14届大选里面胜出任何一个席位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我们的党主席马秀强的贡献呢是无可厚非的，他的所谓的贡献对党呢是我们一定是一个给一个肯定的。这次的所谓的党选，我很开心的就是看到还有那么多人出来竞选，有那么多人出来竞选的意思是说，还有那么多人呢还爱党，还愿意为这个被全军覆没